我们阿姆可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啊，最美的。班级下课，教学楼根儿坐一排男的，看着灯谜走过去，男生就哦。这里的条件是我们公认最好，大个大青衣。他在中戏是出了名的好看，中戏在200年的岁月里面，就是没有出过这么好看的。